일단 아이보이 선수랑 이제 한국 선수가 되게 라인전부터 이득 보는 걸 되게 중요시 생각해서 그 점을 잘 받아쳐야 될것 같아요. 일단 제가 이제 그 오브젝트를 되게 중요시하게 생각하기 때문에 오브젝트를 더잘 집중하고 오브젝트 쪽에서 더 많은 말을 해야 될것 같아요. 与 BBU 选手对线的话就感觉我们都是听稳健的吧，就都是发育为主吧，可能。然后英雄的话就还不确定。之前输的时候就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挺多的嘛，但是如果其实我们状态好的话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没伤害就了。没伤害，嗯。对。而且这卡莉斯塔一定会成为左边的这个团战的第一集火点。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卡莉斯塔要怎么滑哦，对，因滑为这不动啊，把雷欧娜保不了他，没人能保他。保不住啊。左边这个冲阵，只要把卡莉斯塔秒了，我感觉其他都好说的，因为塞拉斯这个英雄前面按照 Zeka 的习惯啊，他应该是出这个就功能性的。哎，对于 PLG 而言，这套阵容它即使缺输出，那也是后面的事儿了，啊，前中期还是完全可以打的。前中期你像瑟提对阵青钢影，瑟提小游，是吧？然后卡莉斯塔他拿出来也是想打线上的，对。那至少我线上对于 PLG 而言前期还行。然后这把的话，就是在于两边打野在前期都能够配合线上去做事情，而对。你要真比较起来的话，其实狗熊在前面的一个节奏会更好一些，OOC 肯定要等刷到自己的第一个大招。行，那让咱们一同进入到这场 I 和 BLG 的决胜局。好的，也是感谢现场粉丝的加油啊！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双方的决胜局，谁能够拿下这一场，谁就能来到大场的第八胜。想要朝季后赛挺进，并且在季后赛取得好的顺位，这第八分啊至关重要。嚯，这个决胜局大乔就给直线是吧？上校，上校，哦，上校，大乔是管哥。戴着面具，你面具摘下，你知道是谁吗？哦。你不知道。来看一下双方的召唤师技能啊，这边中路 FOFO 是选择带的点燃加上 TP，还是比较的凶的。哦，这确实凶，哎。兼顾了这个回线支援以及打线，同时也请大家关注咱们的光明哨兵系列的活动。一开始双方打野都是从自家的红 buff 去开启，卡莉斯塔先上线。是的，来看一下下路，因为双路没有帮，所以是直接选择上线打压制的。互相换了一下血线，是锤石用自己的厄运钟摆摆开了鱼塔，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锤石在单个技能上比较 counter 的点。而中路的话，Zeka 这里先抢到二级，消耗了一套。FOFO 自己肯定也需要小心一些啊，毕竟带的是 TP 和引燃，自己少了一个闪现的情况下，生存能力是要打一个折扣的。上路。Q 前期卡面对线倒做的还行啊，至少血线上没吃亏，自己还领先一个药品，本身还有饼干。这刀没补到。没有特别的看清，好像是有一拳打在了小兵身上啊，刚才这个万豪。此时此刻的话，因为双方打野开野路线的不同，所以 BBU 推完这波线也要非常的小心。看到他直接回防，回去补给一下状态，可以再出来。因为乐言是从下往上刷，而自己的打野已经刷到下半区了，这样刷也是为了保证下路双人组可以持续的给到对线的压力嘛。是。而万豪很早的一波回家，他想省一波 TP 走上线。回家又补了一个多兰出来。这个 TP 省了一手，可能也是为了接下来万一下半区直接打架，可以选择支援。而且他这波肯定不会是选 TP 出来，因为他刚才是可以继续耗在线上的，这波只是回去补一下装备，然后走上来。双多兰啊！双多兰。乐言来到中路，帮忙推一下线，两边2v2交拼一波，擦肩而过，无事发生。
双方打野都打断一下吧，哎，都捕捉到了对手的位置。哎，好断。这微微搞得自己比较生气。是的。梦魇用 W 挡掉了狗熊的雷霆风暴。嗯。而如果青钢影继续跟这个 biu 这样去耗下去的话，两边要打起来，秦刚颖并没有选择直接去踢这个彪彪，因为他明白有一手蓄意轰拳在等着他。两边只要不失误的话，应该挺难单杀的，还是要配合上队友才行。是。然后刚才标记下路双组利用自己先行推线，皮皮告的游走做了一波视野。现在秦刚颖这波回线他有耀光了。那这样的话 ，biu 现在还领先一个 TP。哎呦，这个炮车的走位，他不想让秦刚颖补这个炮车，很细。但是因为吸引到了蓝色方小兵的伤害，这个炮车反而不掉血了，现在还是可以利用战术横扫打到这个炮车。是的，但是与此同时微微也来到上半区，是有想法的，这波应该是被看见了，算了，微微也要回城。那秦刚颖趁着你回城趁机的把这波线控在塔前。是的，卡了一下，这波应该是要 TP 回来了。嗯，必须要 TP， 不然的话这个线就要亏一整波。TP 上线了，而与此同时中路这里 Zika 的对线被压了不少血量。哇，这 biu 打的还是很凶的，上线之后直接拽回来打你一套。是啊，青钢影呢只能吃个闷亏，也不着急，因为对于敖燕来说还是要等乐言刷到六级才能发动第一波的攻势。是，而且青钢影刚才也没有趁着这个，哎，中路想动手，但另一边也偷到了阿卡丽斯大招。微微来到中路也没什么机会，相互拉扯一下吧。但是这一波上路怎么说 ，biu 有没有意识到呢？乐言是没有到达六级的。哎，但是万豪先到六了。感觉他应该有意识到吧，因为有拼了一下，就是在蛤蟆处的那颗视野，可能前面注意到乐言的刷野路线了。对，而且确实也不好抓。如果有一个梦魇这种英雄从后面绕过来的话，那其实万豪也可以。至少无论说梦魇开不开 W， 他都可以反爆一手自己回到塔下。主要是没有到达六级，而且这一波因为你在上路逗留了，下路的话就是可以凭借二 v 二的一个强势以及中路的推线拿下第一条小龙。是的，二 v 二想尝试抢下河道迅捷蟹，但是没能成功，想刚才利用自己的营业。这样一来的话，而这里还是要让乐言再刷一段时间，刷到六级再说。前期小小擦碰一下。还没有大打出手，嗯，对前期做的都比较的稳妥。哎，下路直接勾到，看一下这里是有罪名的，再切换白刀。那、还是只是做消耗啊，哪怕蓝色方刚才小兵领先了五个。毕竟厄斐琉斯加锤是在前期想要二 v 二击杀比较困难。你面对的是一个打剑能力比较强的卡利斯塔，又先手到的不是卡利斯塔。嗯，除非说你身上有个罪名，这样比较好配合上打野。哎。还是要看一下双方一会儿围绕着像峡谷先锋这种资源做的争夺。对，现在双方都没有 TP 了，是一个讯息。是。然后看一下 RA 这波线是回推到对方塔前的，推完之后要不要往上面去赶一赶呢？基本上双方这两套阵容都是要去争这个峡谷先锋的，一边有卡利斯塔是吧？理论上线上我不想输，另一边这么强的上中野，肯定先锋也不愿放给你的。是。红白刀的厄斐琉斯在这个时间段作战能力还是有的。再加上因为微微此时此刻在上半区，所以 BLG 下路双人组才会把线放回来，不然凭借他们的强势还是可以压的。是，但他们打得很稳，不知道乐言的动向，再加上自己打野不在，就放线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厄斐琉斯先推一波线，已经先行往峡谷先锋处去赶了，而两边的辅助一边回家再过来，另一边女坦直接选择步行过来，卡莉萨也快速的清了一波线，双方有可能要在峡谷先锋处做一波大的动手了。对，因为 Amy 也是没有把线清完就已经往上面去靠了。这波团很关键啊，两边都需要捏住前期的节奏。现在双方辅助都是没有能够到达六级的，但是 Amy 可以利用自己的大招让 PG God 去开团。嗯，先抢一下中路的兵线。红色方人员众多，先把兵线清过来，但是一会儿左边因为
三进场，阿卡丽、梦魇加上金刚影，这个对于卡利斯塔的这个生存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嗯，一勾，哎，这里直接勾到了，反过来皮到的，皮到的非常的危险，大招赶紧是吸了一口。波波这里再打一个 Q 技能，消耗一下血量，那这样的话正面标记被打掉了 ，Amy 一个大。但同时，微微这里还想要再留吗？再一勾，直接勾到 biu biu， 但是没什么想法。是口袋比较狭窄，而且青钢影和阿卡丽都刚才在线上。但是这一波，如果红方率先动这条峡谷先锋，那青钢影和阿卡丽就要过来了。嗯，闪现一直挨着打断了。而后续 Z 卡偷到了霍霍的一个大招。请回眼睛，请回眼睛，伤害炸的 A O E 还是非常的够的，而且凭借这个印记直接拿下皮掉的人头。哇，这波正好是通臂，那这样的话 ，R A 顺势的拿下了第一个峡谷先锋，且收下了对方一颗人头。是啊，这对于 R 来讲太赚了。感觉 B R G 这里接的还是有点太勉强了，因为刚才这一波自己上路是被推线的。是，而且刚才包括皮皮到了，即使他那一波没有被厄运中摆打断，他也没六级啊。他其实指过去自己不也是要被瞬间融化的吗？而且队友不太好打 A O E。就是这里，就是即使指过去，这波队友完全跟不上吧。万豪有机会，只能说万豪有机会。他刚才想的就是可能先指过去拍厄斐琉斯，但是厄斐琉斯有进化是吧？大家都能拉开的。嗯。进去肯定自己要被秒，反正从结果来讲，厄斐琉斯拿到一波一血，然后 R A 还拿到峡谷先锋。是。这样一来的话，现在 PP 告诉由于阵亡了一次，在等级上面有所落后，自己还没有到达六级。然后上路随着等级的起来 ，Cube 对线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而且青钢影打万豪本身就是万豪在早期前几级的时候能打一打青钢影，但是青钢影随着这个等级包括这个装备的提升，尤其是到两剑三剑之后，他的这个真实伤害杀伤力还是太猛，而且他比较灵活，再想抓他就很困难了。对，而且团战的时候，说实话，青钢影也不管你万豪，先踢你后排。是。并且这一把下路并没有能够打出足够的压制啊，因为前面其实也没有怎么围绕下半区去打，虽然说从开野的路线选择上面来说是从上往下刷的，但是也没有后续了，这样导致其实 Amy 跟 PP 告的一直不敢去压线，所以卡莉萨这个英雄越往后面他可能会就会越尴尬。嗯，线上前期没有优势，然后早期的节奏呢峡谷先锋处又被 RA 拿到，所以现在你看 BLG 他现在又需要去抢节奏了，他觉得不能再放，再放的话会损失更多，两个 TP 都落下，于是这里 RA 的众人就被打散了，至少 BLG 也收获了一点点节奏。这个双 TP 还是有起到作用的，但是随之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边路的线和经验嘛。是的，拿到第二条小龙，控龙的一个节奏还是比较不错的。哎，我们发现 RA 其实打的也很聪明啊。嗯，你们两个 TP 这么真诚的都交出来了，那我就放给你是吧，一会儿我自己利用这自己的两个 TP 插去做事情。因为 RA 这个阵容也是进行131分带的，他们抓边能力和单带能力都很强，而 BLG 这里则是需要打团的。是的，因为咱俩一直有聊到，就是说比如说卡莉斯塔呀，越往后面走啊可能就越不行，但是前提呢就是越往后面走，而现在才12分钟，尤其是现在像万豪啊狗熊这种英雄都有自己本身自带的爆发面板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对于 RA 来讲并不能太着急的跟 BLG 去打碰撞，他们更应该的是比如说撑一撑青钢影的装备，依靠着青钢影、梦魇、阿卡丽在真正中期的时候，比如说17分钟往后这段时间去跟 BLG 再去做争夺，还是要等一下就是双 C 的发育嘛。而且这一把 iBoy 的发育其实挺好的，只要不出意外就稳着来，他们周期也是完全可以接的。嗯，当然也要从下一条龙可能就要得打了，因为下一条龙标记第三条了。与此同时的话，微微也是来到下半区啊，这一波也是对面拥有双 TP， 生怕对面推了线之后进行一个5-2。是。同时，蓝色方召唤峡谷先锋，这个防御塔只剩3层，可以撞一头，但是想要推有点难吧？嗯，推不了。而且塞拉斯是率先啊，有往下路走的这个意图，所以 R 也不做太激进的举动。还是打得很稳，双方的经济差这把没有拉开特别大，在13分钟的时候是2000块钱。嗯，由 R 这边主要是拿到了一血，再加上防御塔镀层的一个情况收下的。是，同时我们看啊，
还想再去磨一下这个防御塔。闪现，看一下这里遗址，但是又被打断了。精灵球吸了回来，投出啊 ，OC 直接飞到对方的后排，还差一下 ，Amy 这里阵亡，并且交出自己的双招，防御塔也掉。那这标记这就有点裂开了呀。对。卡莉萨本身拿出来想打线上的，但现在被一直的压制，在包括这次被突破。守了很久，其实微微在下路反蹲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总得去刷野的。是。总有离开的时候，防不胜防。那这样的话，其实 Amy 选出这手卡莉斯塔，就目前而言的话，没有能够发挥出他在前期线上的一个优势，打不出来。对，那打到后面他就更难了，更打不出来，因为你面对都是刺客。这里是直接平 A 醉迷在接行的控制，虽然说进化秒解，但是奈何对方还多一个打野。是进化虽然说解掉了控制，但是吃到的是梦魇的大以及厄斐琉斯的金辉眼睛。嗯。并且这一波把双招交出来了，在下波峡谷先锋刷新的时候 ，Amy 没有双招，他在正面的一个作战能力就更不能去做争夺了。嗯，是的。那久而久之 ，BLG 这套阵容就会陷入那个击杀效率不够的窘境。并且 iBoy 的枪也控得非常的到位，这一波又是一个红白刀，作战能力很强。上路的话，明显看到 Zeka 现在有点不是 Cube 的对手了。是啊。哎，来了一波进化秒解，我 Biu Biu 离得有点远，再加上在对方的防御塔前，所以也不太好开。那这个先锋对于 BLG 来讲就更难受了呀。是的，女坦的大招也给了，关键性的技能全都不在，而这一波的话又是霍霍在下路先行带来带完线之后往中路靠的，是兵线上面阿卡丽有 TP， 他其实甚至都可以继续去带。兵线上面还是 RA 这边小优一些。哟，这么嚣张！我已经看透了。上路的青钢影，你看他的这个随着等级的提高，他的伤害起来了。勾了一个海克斯最后通牒，青钢影踢不出去怎么办？过来一手狗熊，先秒上单，海克斯最后通牒正开一个，但是没办法，用大招跟上，由塞拉斯受到青钢影的人头，落地下来的后过来配合着梦魇，两个人双进场想去留微微，微微就恐惧到已经结束，由阿克丽拿到他的人头，双方打不过，一换一，上野的互换。是，后续金辉夜尼再打炸到了两个人，哇，这个印记好痛啊 ！Amy 这里直接被打残。而梦魇利用这个剑心已经钻到了下路前锋处。这样打下来的话，即使说抓掉了 Cube， 但是你把关键性的技能全部交掉了，在正面也没有办法可以去打这个下路前锋团了。是，所以 BLG 现在选择的方法就是能打回多少经济，打回多少经济。尽量去吃一吃，打一些经济上的互换。本场的 OP 选手也是给到了 iBoy， 对位经济差1500，现在在补刀上面有20多刀的领先。是小刀这场无论说是控枪，包括在团战中的走位打得都很精彩吧。嗯，滴血也是大收获的。厄斐琉斯这个英雄本身在前期他的伤害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一把的话，他把能打的都打出来了。是。峡谷先锋直接放在中路，牵扯住你之后转小龙，速度非常快，也是知道这条小龙不想放。这一条小龙的话，这是对于 BLG 而言最关键的一波。嗯，但是乐言的大招目前还没有转好，他们要稍微等一下。啊，对于 BLG 而言则等不了 ，BLG 表示这是他们最关键的一波，如果这波小龙拿下，他们这场比赛还能有往后面去打的机会。是的，看一下一勾，先碰到了 biu biu 这里血量被打得很残，将自己的闪现之后，用先撑一段时间。正面，青钢影是海克斯最后通牒，直接坐到了后排，一个人面对三个人的伤害，青钢影也被秒卡莉斯塔，一个八毛，收回一波 double Q， 女坦是交了一波闪现上去，但是没办法的，艾米及时进化也解掉了，也走不掉，最后由厄斐琉斯反收一波双杀。嗯，那这样的话，这条龙 BLG 也没有办法可以防守，而也可以成功的拿下，这是一波二换三加上一条小龙。那 BLG 在这个时间节点最强势的一波，依旧是打亏了。感觉还是 BLG 没有办法去限制住 RA 的后排，但是自己的后排却保不住这个窘境啊。是的，青钢影踢过来，虽然说第一时间激活青钢影能秒一个，但是秒掉一个处理不了其他人了。嗯，看一下这波回放。而且这里锤石的钩子啊，这场比赛发挥得很好。就 biu biu 首先就没了战斗力。因为这个节点呢，很需要玩好去补伤害的。嗯，然后 iBoy 的一个输出环境非常好，没有任何人去管到他。Zeka 出来的大招，仅仅也只是去控到了前排。对。
然后 Amy 这里再次被勾到，这几个勾立功了。这场下去我感觉这个 MVP 就如果是 RA 获胜的话啊，这 MVP 开始讨论 MVP 是要讨论的，这 MVP 是有可能要给下了双人组其中之一的，因为小昭收割位打得好，然后行的这把钩子打得相当漂亮。可以啊，现在不仅仅是要防对手，还要防队友了，现在开始勾心斗角了。因为刚才是其实是很看 BLG 那一波的，标志那一波，因为如果有万豪的能够砸出一波 AOE， 把那波 AOE 打出来，然后再把小龙给拿下的话，标志后面有土龙魂的希望。但是这波打输，直接被勾到有点伤，就对，万豪还是需要第一时间进场的。当然，对于标志来说还有机会，尤其咱们看他的双 C 现在是双秒表。一会儿还是有操作空间，至少有容错。嗯，但是这个 iBoy 现在有点不讲道理了呀，十九分钟已经两件套在手，并且有锤石的保护，可以肆无忌惮的走到对面脸上去输出。是的，所以很看 biu 万豪切入的位置。双 C 都是两件套，现在逼的 BLG 的双 C 直接把小秒表全都掏了出来。是的，但感觉面对上 RA 这个强进场的中上也很难输出啊。尤其是卡莉斯塔男输出，嗯，红白刀直接把塔给带掉，就每一波团 I boy 的这个枪都控得非常的到位，在侧翼 Z 卡又是偷到了丰富的大招，这把给塞拉斯确实发挥空间有点小，没什么大招真的给他，所以现在对标记短暂的发育一下，一会儿就要面临后续的龙魂团战，后续的这个小龙团战。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RA 就开始进行自己的单带视野。嗯，这时候 RA 其实还是不能犯失误，因为 BLG 这个时候，大家兄弟几个面板伤害还是有的，你像狗熊、万豪面板伤害都有。但问题就是在于现在他们能不能够去斩杀掉 iBoy， 就如果摸不到 iBoy 的话，持续的一个作战能力的话 ，RA 这边还是很强的。是。对 iBoy 的其实威胁也存在，因为 iBoy 比如说没有秒表啊，没有这种保命的道具，但有锤石，是，所以要看万豪他的这个切入的时机和角度。来了，再野区找到了一波机会，再接上行的致命一勾，最后人头应该还是要让，哦，没有能够让到。哦，这一波看看哦，青钢一有踢会不会逼大龙啊？这波青钢一有踢的。是的，这里而且刚好这个红白刀打龙的速度也很快，这里开始 rush 大龙，这一波 Z 卡应该要回身之后直接踢正面。看见了 ，RA 在打龙，那个速度还是挺快的。BBU 在侧翼的草丛应该跟风火相遇了，风火这里先阻挠一下，一技能没有能够拉上，好像这里钩子也空掉了。杰卡这一波是拖到大的感觉 ，RA 要稍微拉扯一下，感觉不太敢开，怎么说？不想这个时候犯失误。这个时候如果啊大龙被抢了什么的，这 RA 来说就很伤，因为 RA 很清楚自己越往后面越好打。打得很稳，对，现在不要急，因为后期他有着像青钢影，有着厄斐琉斯这两大后期保障，所以不能急。他们的想法就只是先把 Zeka 的 TP 给逼出来，而我们可以看到 Cube 是继续在下路带，并且 Cube 现在领先一个 TP 的。是。那么接下来他们还可以再利用大龙去逼你过来，有更加从容拉扯的空间。整个上半区都是被蓝色方给点亮了，下半区视野也是 RG 这里做的更多，而下条龙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要刷新了。是。下一波对于 BLG 而言，这两块秒表需要去用上了。但同样的 ，FOFO 这里也摸了一块秒表出来，这个秒表也是比较关键的。是。行，这里直接干锅起手，加上小秒表在身上，保护能力也很强。干锅起手就主要是躲一下这个鱼坦的这个控制。那当然，本身 iBoy 也有进化，所以这就是稳上加稳。对。就怕优势一方出保护装吗？是。22分钟的时间段是6000块钱的经济差，上路塔应该是由FOFO这里可以带掉，FOFO身上有 TP， 在正面 BLG 要压一下中路的兵线，但是因为防御塔还十分的健康，所以兵线带不过去。嗯，但有防御塔，哎，这里最美直接控到了 Amy， 青灰眼睛没有能够撒到，差一点点。这关键时候就看 biu biu 了， biu biu 他刚好处在蓝色方的视野盲区， biu biu 就 iBoy 这个位置是有机会被开的，闪现直接爆， iBoy 也交闪，但是有锤石的灯笼，有双也没有能够控到，反正的话闪现一勾，反而是行这里携手到了，后续的话 OC 这里直接进场，感觉双 C 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操作， Amy 这里交出锤石闪现之后还在滑，能滑起来吗？跟乐爷这里皇城 PK 是把乐爷给击杀掉，在正面自己的队友已经溃败了，正面直接被这几个冲脸完全的冲掉了， Cube 还在做后续的追击。
看看这个E技能，E技踢过来，再接海克斯最后通牒接普攻，将其收下，大杀特杀。那这样的话，完成一波一换四射是收下这条土龙之后，看一下要不要直接去转大龙，是否可以继续在下路带。我真的感觉就是，这第一把和第三把 BLG 的这个阵容劣势太明显了。就是一个伤害不够，然后 AOE 也不足。对。对吧？以及 C 位太没有生存空间了。但是这波说实话 ，BBU 这个角度还是挺刁钻的。是，很无奈啊。但就说这个有个锤石吧，啊、这个锤石确实保护能力太强了。是，而且这配合着清辉夜宁，自己又出了一个定点钩。你看这几个人的这个进场，全部。而且你看这 I Boy 的输出，哇，这个枪控呢，刚好又是银眼疯狂喷射，是 AOE。虽然说艾米收掉了一个，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嗯，就打到现在这个时间段，滑板鞋已经是滑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双方的经济差已经到，关灯飞下 ，biu 身上没有闪现的，而且他非常的脆，躲开了真实伤害，最后由青钢影的自己的真实伤害将其收掉。Cube 身上也是摸了个小秒表出来，接下来的话上中都有秒表情况下进场，不要急，第一时间也处理不了。是，经济又是9000了，25分钟。所以对于 BLG 而言，他们最关键的两波团，一个是就全场的第三条以及第四条小龙的两波团，对 BLG 来说一旦没打赢，那基本上就走远了。就还是前期对线我觉得没能保住 Amy 去发育起来。是的，滑板鞋前面对线跟厄斐琉斯某某开就不太行。是，而且 Cube 这里哎就是这么一点点把这个防御塔给推掉。是的，25分钟的时间段 iBoy 已经是三件套在手，暴力三件套，暴力三件套，相当暴力。嗯，这厄斐琉斯杀伤力太大了，而且他13级，等级也很高。对，但有个小伏笔，就是他刚才的闪现因为被那个万豪一爆给爆掉了嘛，这一波他没闪。如果说想要去切入 iBoy 的话，还得先把航给解决掉。现在这解决锤石就算了，就还是纯解决厄斐琉斯吧。All in一波是吧？是的，你就只能这样了，因为你想这。在解决厄斐琉斯之前，再解决个锤石，代价太大了。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赏。想 all in 一波的话，那关键人物又是得看万豪，没有万豪的绕后，就没有去对厄斐琉斯的威胁。嗯，现在 RA 就进行边弹上面的压制，把大龙附近视野做好，然后 rush 大龙逼对面过来就可以。哎呦，这速度很快！很快，要看 P P U 这边 T P 肯定得交了，不交我直接 rush 掉，交了怎么说？这里一勾再次勾到 P P 杠的，还这边风波才特意给压力，对面这里直接上去喊他们最后的攻击，盖住了 Amy 这里又被飞了，感觉 Amy 的空间很小，这一波他划断了。怎么说？红双抢到了这条龙，但是后双 Amy 这里再次被锤石这里一回来，而且特意风波走五挂上之后二段上去击杀掉对方，还能不能留更多？打到一波 double kill， 留了两个龙种，这一波就是蓝桑全员。在大概1700血左右啊，全员撤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去杀人，一起去留人。但是我们会发现，因为万豪刚才 TP 的地方刚好在龙坑里面，又配合了一个狗熊，有着惩戒，直接把这个龙给拿下来了。嗯，不幸中的万幸嘛，对于 BLG 来说，把这个龙给拿了下来，还保留了龙种，永双定住，一直没能指到。但对于 RA 来讲，其实拿到三个人头，以及一些防御塔的进账也还可以吧。嗯，虽然说没拿下大龙，这波想要来抓 Fofo 吗？ Fofo 身上是没有闪现的，困难哦。闪现一指，直接止住，再偷到了 Fofo 的大招，有烟雾弹。先交出一个侠阵，在侠阵里面操作一下，但是感觉有一点困难的，因为毕竟是没有闪现的。最终被 Zeka 偷来的大招给斩杀。那 BLG 还是比较顽强的啊，依旧在人劣势的时候去找到机会。我们看看啊，刚才就这里全员冲出去，我们大家一起去留人，结果里面啊刚好1-2000的血量，被红龙成功的接盘。嗯，老工具人了。
那这一波其实还挺关键的，就是抢到龙以及说上路击杀 FOCO 这一波断了 RA 的节奏。是，至少 BLG 把这个节奏给拖住了一点，拖了一段时间。哎，又是一勾，勾到了微微微微脆的像纸糊的一般。这把他的装备因为也毕竟不是那种纯肉的狗熊啊，皮皮告的强行过来就把视野给点亮，嗯，很大胆。银叶加上坠鸣又是强力的打团，阿卡丽踢在哪里很关键，阿卡丽可以踢个绕后的位置，对，就是这个位置。艾米又要开冲了，水池又一勾转，直接勾到人群中心的狗熊，阿卡丽配合的自己的队友直接双进场。艾米在屏幕的左侧直接被两个人所找到的，对方不能控制，打得也不错，看看能不能做后续的拉扯。莫影姬先行倒在地上，同时阿卡丽也倒掉。蓝子王看一下艾博的发挥，艾博能够收割战场，但是他腿比较短，没有办法做后续的追击，整个爆破果实两个人双双而走。金刚影超远距离一技能再接 W 的减速，两个人四散而逃，还要再继续追击，再一个一技能拉出手 PP 告的，这里没有办法可以走了。还是那个问题啊，就团打起团来的时候，就 Amy 根本没有任何操作的空间。他即使说出了一个盾弓，又加上智慧默认抵挡住了第一波的伤害，但是还有乐言的二次进场，就是 FOCO 进去一波，然后乐言再进一波，再加上还有 Cube， 对吧？他其实是根本滑不起来的。这两个人你要追到天涯海角吗？让人不禁想问。啊，打断了，没能回去。而这样的话 ，Cube 可以在下路继续给兵线。哇，这疯狂追！锤石只恨自己穿的不是个五速鞋，穿的是个三速鞋。是的，又偷了个锤石的大招，反身一拉也没拉到，怎么办呢？哎呦这！想要操作，但是交了一个闪现，原地再交一个机身。哎呦 ，Cube 都没压到起身，对，没压住。哇，好险！还是 iBoy 有操作，并且这个。装备好呀，是这波好险。Q 技能没加到起身，着实让人捏了把汗啊。是。这波男爵 buff 是因为是 BLG 抢到的，所以说经济是负经济。是。因为团战没打过嘛。但 BLG 其实挺顽强的，大龙拿了一条，同时又续了一条土龙，嗯，现在自己反而是龙魂品牌了。是的。看一下直播的回放，首先这个 TP 的位置非常的刁钻，进场之后直切对方后排。Amy 先交闪现，然后被乐爷又进来了，直接吃了一个恐惧。那正面其实 Amy 倒了之后没有持续输出了呀。但厄斐琉斯比较难受，就是在于自己腿太短了，没有后续这个追击。还不会，这个出装真的十分的华丽，四件套在手了。嗯，两边的经济一万多，对，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在装备上面来说 RA 还是有比较大幅度的领先的。嗯， Cube 也是三件套四件套在手了，而 Bubu 这里就比较惨，只有两件套。所以现在对于 RA 来讲，如果说直接冲高地想尝试一波，那可能就太冒险了。但是现在你说拿中立资源去逼，那又得再等这条大龙。就 BLG 其实他们落后一万的情况下面打的已经比较有韧性了，相当有韧性。嗯，尤其刚才这条小龙被 BLG 给拿到呢，可能 RA 来讲还是有点伤节奏的。是，看一下马上刷新的大龙。哇，青钢影这四件，一会儿青钢影和这个厄斐琉斯可能要成为最亮的仔了。嗯，包括 FOCO 帽子也快出来了。是啊，你青钢影的对线领先两个大件啊，对位。对面两个红水晶，以示尊重啊。一会儿就是让青钢影单带队友去逼大龙，然后看情况青钢影支援。对，先把你 TP 给逼了嘛，如果你不踢，我直接 run。是。又是先扫野区的视野，而且 iBoy 身上现在也有一个小秒表，正面想要亲 iBoy 难上加难。嗯，青钢影来到正面，也不打算在下面单带了，直接要打一波大包圆，想要勾这里，又是 PP 告的，这里直接勾住，关灯直飞你对方后排。 Cube 也来到正面，
卡车的最后的通牒直接盖住 Amy， 直接盖了进去。 Amy 想要操作，但是完全没有操作空间，包括这里直接将 Amy 给击杀了，这边已经缺少掉 A 的一个情况下面，而顺势一波追击拿到了一波 double kill， 最后只活了一下中路和辅助这两个人，很难去撼动大局了。想要去尝试一波，想要尝试一波金刚影，这是有复活甲的呀，所以他肆无忌惮的在 Zeta 面前去骚扰。是的，中路的水晶也推掉情况下面，想要继续做推进，只能用双清一下线投来一个大招关一下灯，秒掉了行。这边的话 Zeta 交出自己的金身，应该也走不掉。Zeta 也被融化。哇 ，Q 伤害太高了。那我们要恭喜 RA 在这场跟 BLG 的 BO3 中将这一分拿下，自己来到了八分。恭喜 RA 以2-1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同时也是结束掉他们的连败嘛。是，